就退，一步也不许退，你们不战胜便战死。不战胜便战死。众志成城，一定还有生机的，一定还有。圣君，天外天的破碎无法阻止，或许是天道实在受不了我这样不乖的身份，现如今唯有一法可以破局。你直说便是。我会把那四处封印带去天外天，直至与天外天相连。但在将虚天拥与天外天相连之时，我这封印必须要撑住。你知道我会怎么选择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星指神君横空而出，抵挡瘴气，横扫魑魅。哇，后来呢？然后遇见碧苍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这个，那我就买这个吧。好嘞。很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真是调皮。谢谢啊，圣灵啊，你好像还欠我两个愿望。哦，东海边上，哪两个愿望？第一个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个夏天，你都要帮我摘葡萄。简单。这第二个愿望。你今天要把两个愿望都说出来吗？嗯，